大家有看到吗？那给你做的毛球腰啊！今天呢，小柔穿着一身旗袍的一个感觉，因为要符合我们的主题是复古风、复古 party 呢，毛球腰啊！所以呢，在我们今天的客家文化节，希望透过复古，我们看到过去的传统，有我们的山歌，还有一道的客家歌，还有创新。歌唱题目呢的节目呢，还有个金曲歌手黄振兴老师会带来精彩的流行歌曲。他为了爱的摇唱里面在听的中正社区中正沙堤的妈妈们带来一顶精彩的一个表演内容哦，我们要欢迎冯雅、艺术哥、帕嘎尼、卡出来、周小